始建于1842年的诺特丹大学，位于美国中心，拥有超过1200英亩的绿地与湖泊，校园距离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仅90分钟车程。作为世界顶尖的大学，诺特丹有大约12000名学生从世界各地而来。诺特丹的 MBA 项目持续地被评为美国最好的课程之一。布鲁明格商业周刊杂志2010-2011两年都把诺特丹商业学校的本科生课程与师资评为全美第一。诺特丹 MBA 项目所提供的课程与大学整体密切合作，致力于优异与传统。 MBA 学生可以选择很多的专业课程，诸如商业领导力、咨询、公司会计、公司财政、企业投资、市场等等。除了学术的专注，所有诺特丹大学 MBA 课程都根基于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引领完整、培养有效结构和考虑更大范围而取得成功。我们的 MBA 学生被教导拥有坚强的意志，以便能够解决生意中遇到的最艰难的问题，并且有意识地用他们的行为触动更广泛的世界。诺特丹的 MBA 项目鼓励我们的毕业生朝向有持续发展性的未来。在 MBA 课程中，学生可以从90多种选修课挑选至少一门与道德伦理和持续发展未来相关的课程。诺特丹独特的 MBA 项目在给予学生可以走向事业成功的学历方面享有全球盛誉，成功之一就是学校强有力的校友联络网。诺特丹的毕业生作为全球大家庭的成员，深为自己的母校而骄傲，并且以各种方式寻求对学校的支持与回报。诺特丹拥有比全美任何一所大学都多的校友组织结构，拥有276个校友俱乐部，其中还包括64个美国本土之外的俱乐部。近期我们的国际毕业生在诸如微软、通用、德劳易德、花旗银行等很多著名的组织和公司里开拓自己成功的职业生涯。国际学生从我们 MBA 项目提供的许多帮助中受益，这些帮助使得他们能够更容易地融入新环境。国际学生服务活动办公室组织社会活动、野餐和户外实习等活动，都是为了能够扶助我们的学生通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诺特丹的 MBA 项目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所有诺特丹大学的申请者都有资格在申请过程中申请奖学金。在2008-2011年度，79%的国际学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奖学金资助。诺特丹 MBA 给予国际学生将近2500万美金的奖学金，奖学金从5000到全额的学费，根据成绩表现而颁发。通过参加诺特丹 MBA 的项目，国际学生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有用的美国学历，每一个学生都被引领到一个旨在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商业技能的个人与学术之旅。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学生一个责任感，让他们用所学到的技能去帮助全人类，同时把诺特丹大学以道德与伦理为原则的教育核心承传给他人。